感谢各位热情掌声啊、嗯！我们一上台，有人喊这个铁锤妹妹，嗯，这个想必大伙儿都看这个节目了哈，嗯，其实这个节目呢，只是一个小品，我们几个人配合这么一个小品，啊，这个铁锤妹妹，这是我们在一起设计的这么一个人物，其实根本都没有这个人物，哦、嗯嗯，我媳妇在家里的时候也比较郁闷啊，说出门有人喊我铁锤妹妹，那个有点后悔了。真后悔了，应该在春晚上啊，管我女朋友应该叫钻石啊、翡翠啊，叫这样的名字。因为从初一到现在，我收礼物收到六七个铁锤了。好，稍微有点后悔哈、啊嗯，咱们不聊这个了，好好给您演出、嗯。刚才这个节目叫做《黄鹤楼》，一段传统的相声。嗯，二位演得不错，嗯、这场呢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哎，说是哥俩，其实呢、嗯、不对，那是应该是爷儿俩。啊，怎么论的？他比我要高一辈。啊，长一辈，这是我的大爷，啊，论着这么叫，他比我师父岁数还大，嗯，看着挺年轻的啊，嗨，看着挺年轻的，啊、其实呢四十多岁了，嗯，哎哎，说相声的聊什么天儿这儿？你管人家呢？我们这说相声，他那聊天，看见没有、啊？他说那锤子的事，铁锤的事，那个石老师，啊，您客气，我的这个搭档啊叫孙越，啊，那大胖子，孙老师大胖子六百来斤，他呀今天有点事儿。哦，妈，他媳妇给他生孩子了，好事儿，好事儿啊！嗯，送去一份祝福。好，孙老师的媳妇呢，给孙老师生了一个弟弟。这有什么事儿？就是啊，在家正哭呢，正。哦。啊，他说这看见这孩子，哎呀，长得太像自己了。那是。一开始挺开心。嗯。后来才明白怎么回事啊。哦，才明白。不聊了，那人家的家务事咱带到舞台上不太合适。您这还不合适呢不合适不合适嗯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史爱东、啊、其实呢这也是我的搭档、啊、在三年以前、啊、我们两个人合作了得有三四年的时间有了在一起搭档、啊、良师益友嚯、哦、对我特别的好您太捧我了啊真是特别好 啊什么叫好啊真是特别好啊特别好 啊对我特别好、嗯、好比是亲哥哥一样别看长一辈啊，嗯，好比是亲哥哥一样，哦哦，他媳妇儿对我好比是亲嫂子一样，啊，我们三个人这种爱情关系呢，就好有一比，一会儿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仨人的爱情，不是你作为捧哏，你应该说比从何来，这是你的词儿啊，什么比从何来啊？我们俩两口子，啊，对，你充其量是个结晶，没有仨人，我刚夸完您，我用你夸我，怎么意思啊？你好好说。三个人这种友情关系啊，友情，这是我的亲哥哥，嗯，啊，那是我的亲嫂子，嗯，我就好比是武松，啊、我们这个，这个关系比较微妙，啊，太微妙了，我们俩一潘金莲一武大郎是吗？反正对我好啊，对你好是不假，真是这样，这比喻不怎么样，而且人家呢说相声说的也好，呵，师承这个，嗨、啊，算了，这个还不介绍了，不是梁厚民，啊，相声。那个快板艺术家也说过相声打快板打得特别好唱快板唱对不对啊？这个他的徒弟啊非常好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不行哎我这几年都干什么了样样都行都学过快板打得也好啊唱过歌曲唱得也不错呵真的是这样嗯嗯真这样练他媳妇也爱唱两口子都爱唱啊他媳妇我们朴嫂哎朴嫂哪儿这么一嫖嫂啊他不叫被嫖吗谁叫被嫖叫嫖嫂啊啊没这样姓常、啊、姓常常什么呀常被嫖啊啊哪儿像你媳妇那常住东莞就没这就是老挣钱了、啊、你就说我媳妇的我、啊、他媳妇、啊、他媳妇爱唱歌嗯我给您学学啊他媳妇一个人在家唱歌嗯这会儿就乐呀那看那大屁股脸还不乐吗对不起对不起这么长时间不合作我也是多余你那脸跟屁股其实是有区别中间少一道知道吗没有意思了啊你刚才那有意思啊嫖嫂被嫖常被嫖是谁在唱歌温暖了寂寞
白云悠悠，蓝天依旧，泪水在漂泊。在那一片苍茫中，个人看见远方最灿烂的烟火，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一路的去远方。我这娘们愣唱出马赛克来了，就这么唱。好，哪来这么一切娘们？他媳妇一唱歌、啊、这位就上阳台抽烟去。好，不是这干嘛呀？让邻居们知道啊，我没打他。好，哪有这么难听、啊、我跟那抽烟呢、啊、不是我打的。唱歌比较难听。嗯嗯嗯，这他媳妇儿啊，他也爱唱。我也喜欢唱。哎，他白天不唱。什么时候唱？晚上。哎，我夜半歌声。哎，晚上等到媳妇儿上班以后呢、哎、他在家领着孩子。等会儿这孩子老、哎哎哎、晚上等我媳妇儿上班以后。嗯，我媳妇儿晚上上班。那上什么班你给我说清楚。哎，得了、啊、这个得了，你给我说清楚了，不说清楚今天我歇死你这，把那道给你歇出来。你说上什么班？就是挣钱呗。就是废话，谁媳妇上班不挣钱？我告诉你，不许打我啊。打你？我还没拿铁锤揍你呢。凭什么？不是，你给我说清楚了，我媳妇上什么班？反正就是挣钱呗。就是废话，我知道挣钱。什么班？他那个班上啊，我要是去了，嗯嗯，就走的时候我也得给钱，知道吗？不是，到底是什么班？要不不合适。不是什么班，干什么的？大排档。啊，卖羊肉串。你把他放下。卖羊肉串啊。对对对。哎，在家看着孩子。嗯。这个孩子老哭老闹。嗯嗯。我告诉你啊，小李，你再哭哎。您等会儿。你姓的全是街坊的姓，是怎么着？我姓石，我们家孩子姓李。他叫十里。十里啊、嗯、没这么叫的。十里、啊、哎，他叫十里蹦，知道吗？十里蹦味儿不味儿？我告诉你，李蹦 啊, 啊李蹦，别过来。嗯，这嗨还哭，我下不去手。大我天哪，踢出去了。是，这孩子老在十里蹦，可不是吗？三分钟以后啊，孩子哭出来了。好，孩子一哭一闹，街坊邻居受不了啊。哦，敲你们家门。哦，老史啊。嗯，有老史了。老史，嗯，管管你们家那孩子。嗯，街坊邻居怎么睡觉啊？嗯、啊，得嘞，大妈，你回去吧。啊，他一会儿就不哭了。哇，大妈走了，再看他。嗯，把孩子抱起来。嗯，得了，甭哭了，哭什么大劲啊？嗯嗯，这样吧。爸爸给你唱首歌。你冲着孩子说，你给我冲着孩子说。我眼睛不舒服。你什么眼睛不舒服？你眼睛不舒服你往我这儿斜。我迷眼了。你有眼睛吗？你冲着孩子说。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俩为什么分开的原因，知道吗？说这废话。冲着孩子说，爸爸给你唱首歌啊。又来了，你再往我这儿瓢一抠出来。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赶板赶板还赶板，一棵小白杨站在了哨所旁，指着这儿颤音。还没唱完呢、嗯、大妈又敲门了。哦，又来了。老史、啊、你让孩子哭出来吧。我们愿意听他哭。何至于我这唱歌还没有孩子哭好听呢，是吗？比较难听。比较难听，太难听了。这他们两口子都爱唱歌。其实呢，我不光是喜欢唱，我还喜欢研究。哦，研究歌曲。哎，别看我岁数不大，刚十七八，我研究这个。你多大？不是，过完年了，我十九了。我呀，十九也不对，二十多岁吧。我喜欢研究这个。到底多大？各位有意思吗？什么叫？就因为这二十多岁你对票，你喜欢看一三十多岁的大老娘们是吗？
退票啊，走走走，又不是我买卖，哎，走走走走。什么观众这都是，你算想开了。24岁本命年了，属马的，我真的我都穿红裤衩了，我给你瞧瞧啊。瞧了，这叫啥，甭瞧瞧了，你看你看那个女同志都疯了，都你还穿红，你穿过裤衩吗？你反正岁数不大，知道吗？啊啊，喜欢研究歌曲。您怎么样啊？我对歌曲也喜欢，喜欢研究，喜欢研究。这样吧，我出个主意啊。您说，我唱一首歌啊，我让你呲哇猜怎么样？呲哇猜，您甭猜了，您一张嘴我就知道哪首歌。我一张嘴就知道什么歌。没错，这话你说的，我说的。听这个 啊。什么歌？这首歌叫《痰盂该刷了》。有这首歌吗？这是废话，有光张嘴不出声的吗？还得出声，多新鲜！好好好，听这个 啊。出声。什么歌？屁崩麦克风。不是您听过这首歌吗？屁崩麦克风。有这么唱歌的吗？你不是你注意出声就知道什么歌吗？不能光出声，得出字儿。还出字儿？哎，对。好嘞。啊。我不想说，我很纯洁。我不想说，我很纯洁。谁唱的？我不想说。为什么？你不纯洁。我不纯洁你怎么知道？哎，什么叫你不纯洁我怎么知道？这是这么唱吗？这歌当然了啊。那我给你换一个啊，换一个啊。嗯，经典的歌曲，还经典的。嗯啊，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诗情画意虽然美丽，我心中只有你。听出来了，邓丽君的《又见炊烟》。错误。哪儿错了？这不是大邓的歌曲。还大邓的，邓德勇啊，大邓。这不是大邓的歌曲。啊，谁的？这是王菲的《又见炊烟》。这不一样吗？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大邓是这么唱的。怎么唱？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他那个音比较平。哦，王菲呢？王菲是这么唱的啊。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有区别，有区别。王菲都唱出拉缸的声来了。这是王菲，我再给你换一个啊。您再来一个。70年代的歌曲啊。我70年代。注意听啊。嗯。谢谢谢谢谢谢。金箍棒棒棒棒棒棒棒。什么歌？这是神经病之歌。什么叫神经病之歌啊？这我听说过，那斗鸡眼儿唱的这个，啊，斗鸡眼儿，我天哪，算了，那个岁数太大了，可能都记不住了，我给您聊点别的，啊，聊点别的，我喜欢研究的这些个歌曲，最近我发现的啊，有些歌比较变态，什么歌变态？比较恶心，是吗？啊，我给你唱一个啊，再恶心有你恶心吗？比我恶心多了，是吗？您说说。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
说疯了他换给你，是不是？不是，你怎么听的呀？哪有鸡屎啊？人说金氏是不是？是什么？是不是？三分天注定呀，七分靠大便。大便，七分靠大便。打拼，是吗？哎，还有什么要死之歌？要死之歌。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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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去死吧你！你哎呦什么呀？跟那儿是不是？啊。还有那个孙燕姿的一首歌曲。哎呀，最恶心。啊？怎么唱？眉中间有个红点，裤衩遮住脸。哎呀，我都不敢想象，真的。人家是这么唱的吗？啊，裤衩遮住脸，反正恶心啊，恶心。还有什么驴肉之歌？还有驴肉之歌啊？怎么唱？耶驴呀，神秘耶驴呀，我一定要找到他，做火烧。做火烧。真是耶利亚，不是野驴呀。是吗？啊，那我听岔面了。你这什么耳朵？还有什么扫墓之歌？还有扫墓之歌，就是清明节的时候唱的啊。注意听啊，嗯。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你喊他干什么？人是归来吧，瞎唱，不是鬼来吧？瞎唱，嗯，比较恶心，是不是？嗯，好好给大伙唱一首歌曲啊。有吗？有。最近比较喜欢的这个芹菜啊，芹菜蔡琴的一首歌曲啊，蔡琴叫做《被遗忘的时光》，唱给大家。这好听。在我唱的时候，大伙最好闭眼听。干嘛呀？哎呀，好听啊！就蔡琴又活了那么一种感觉啊。人蔡琴一直也没死啊。没死吗？没死。对不起啊，对不起。阿弥陀佛。哎，好，这是阿弥陀佛呀。闭眼听啊。啊，听滋味。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远远的明月，明月，是那潺潺的声。哟，美吗？几年不见，你不但骚，你还浪上了。这歌《兔子精之歌》是吗？什么叫兔子精之歌啊？这是蔡琴唱的吗？唱错了，唱错了。啊，您再想想。会的太多了。哎呦嚯！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只为这完了，平常都有人跟着唱。《白蛇传》，啊，是吗？啊，对，不对，会的太多了啊。是谁在敲打我窗户？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哦啊，我以为这样严谨。这严谨。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是谁还敲打我窗？是谁玩命地敲打我窗？是谁？我自己都觉得恶心了。这歌我真不会，真不会。我自己也有一首成名曲。自己的成名曲什么呀？五环之歌，这是我的成名曲啊。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改编自这个牡丹之歌啊，这是我自己知道啊啊，牡丹之歌，五环之歌啊，会唱的咱们一起唱。嗯，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两环。
的朋友。啊，五环。后面的朋友让我感受到你们。不是你来劲了是吗？你会修到七环，修到七环。我发现有一个跑调的，这都听出来了。哎，有一跑调的，还有的朋友呢，不好意思张嘴啊，你可能觉得要脸。谁不要脸呢？不是，这都什么年头了，要什么脸呢？还是不是？哦，有时候怕你身边的朋友笑话你，其实你身边的朋友也怕你笑话他，是吗？谁也别笑话谁，度过一个开心难忘的夜晚。啊！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的成名曲。接下来好好给大伙儿唱一首歌曲啊，最浪漫的事唱给大家。哦，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他说最爱我的唇。我的要求并不高，待我像从前一样好。如果有一天你说了同样的话，把别人拥入怀抱，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回来了，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个人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他的美，脱掉一切陪你睡。